绝漫开太多哈，那个 T 六二也是开不好。OK， 我靠左边，我进一二号三线。好，我右边的话，那我直接进城镇。嗯，我很近，我直接摸山上了。欸，山上我要不要直接从那个中间这边切过去啊？可以挣到一些东西。那個、小魔他会开过去，我去推一下那个谁。700，好妖耶！700来吃后面的啊！干，我觉得700就直接躲在这就好了，超恐怖的。对啊，700就不要跑了。对啊，来不及了，已经走了。我们就跑了就跑。走左边右边，天哪！哎呦，干，你们炮车位置这么烂的。没办法 ，TD 就定点。那你这什么东西呀、啊、？TD 二二，他们学我们，他们学我们，他们学我们。阿七，你就先到定位。这边一台八枪，这边一台八枪，这边一台八枪。广东是城镇，700继续走，主要这条路去的没关系。城镇一台八枪。你够不要推，你够不要推。两台 ，TDA 过去了，三台哦、喔，三台哦、喔，中台的战术哦、喔，三台哦、喔，回来哦、喔，亮灯，我怎么回？没有说那个啦，我说那我们的中台要过来，走太快了，我死定了啦，我没了，停车炮，大台啦，大台 TD， 他全部在这里啦，去，人家铁路靠边边就好，铁路靠边边，了解，不要退。下去了，下河底就好，不用跑回来啊。不要停在那里。欸，我是肥龙号，一二三号队，我就进号停在这，你们可以专心打另外一边。肥龙先不要，那边我们打不到，距离太远，先等。中间没有清掉，我不能过去。这边 T6A 炮车打得到，这台这边 P6A 是炮车打得到的、哦，打不到，这样就打不到了。刚才打得到，啊，危险的，两三台炮车都打我，靠腰了，没有人进水里啊，长而已，城镇不要拿了，对啊，他往城镇推了，嗯。这样危险哦。嗯。可能我这样。他们一台 T 九，一台二六一啊。赌城那边，赌城那边危险哦。我怎么上不去啊？等等，就可以。赌城贴边了，贴边。我们都残血，不好打。一直歪炮是怎一回事？炮车先丢05好了，重弹先起。你们吊他们上坡，吊他们上坡，我们 TD 可以打。你扣，不要过来，就躲在草丛面，不要特别跑过去。他要拍，他要抓，又来一次 T6A 了。哎，刚就要嘛就是一堆过去。过去城镇那边，我这样子死掉，妈的，干这太冤枉了。知道啊，推一下，他们是进攻方，让他们先没失去耐心。被谁打到？小伟，你刚好过来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赌城被炸了，赌城要再往前那边才会不被炸到。对，这边会好一点。但是这一发暴风你可能也受不了。注意哦，肥龙那边如果二级那个 M 四八进入射程范围，阿弟我们要等掉下去打那台哦。然后 M 四八那台应该是负责守的，我就知道。对，他直接下来打。他现在那边这边有一个 group 了，那表示他这边人应该还好而已，就是这边人应该还好而已，
一号线、二号线应该要试着推进才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他们想要翻坡，我们 PD 的秒掉。哇，我被后面打。啊，不要翻坡，那跟你拖就好了。炮车来炸就好了。我是你控，我六没有了。你那个地线塔桥视野，然后他爬上来我就看到。我有个想法啦，先把一号线打掉。我要两台炮车。一号线，我要把一号线打掉，我要两台炮车支援我，谁可以支援我？两台就好。我满血，我肉身。对你肉身，我跟着你过去，我们一起把 N 四八打掉。好，我支援。好。小龙，你倒数一下，我就冲哦。来，预备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过了 A 六，啊，好被开光了，按 TD 耶，小魔动作太慢，跟不上。你刚刚有看到一发九百多的，我知道，看到了，敌敌在后面，因为我跑不掉，靠呀，战术有问题，再修改就好了。没有，我们这战术太散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战术太散了，啊、这战术太散了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好不好？这战术干比打野团还再惨一点。没有啦，对方的战术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讨论出来，就是 T D R 二号线那一套战术。可是他们速度够快，他们已经全部人到七号线、八号线，他们人够多啊，他们人往那边压是压的够多的。没有，他们配置跟我们差不多了。你看嘛，他八卡三台而已啊。我们太惨，那个定帧的哦，少一台了。他们是定帧，所以我们和一二号电视一样的。嗯，因为他一开始先把营长吃掉，然后后面跟不上就没有了。战术有问题了，不能这样打了。靠背啊，这么多二六八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战术气势都，这个气势都不对。没有啊，还有一个，我刚刚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中间线他们一直在争，我们都没办法争到。他们中间线一直在动态开，按我们没辙。我们也有二五 T 可以动态开，不是吗？嗯，我撤掉。哦，其实我们刚才二五 T 没有过铁路，没有二五 T 怎样？没过铁路，你要怎么过？我一上去就上台了。他没开始二五 T 就在有过铁路吗？他一开始就翻过来了啊。哦，他一开始翻过来。他一开始那两打营长的那两台是一开始就翻过来，他从 A 那边有 T 六 A， 而且那边有 T 六 A， 然后他们一堆就翻过铁路了。嗯哼，